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，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。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，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，只有一个镜头，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，自己居然还不知道。就拿这对母女来说吧，这女孩肯定是妈妈一辈子的主角，可是十几年后，在女孩的电影里面，妈妈的角色还有多重要呢？在我这儿储存了很多被别人剪掉的片段，我把它们都收起来，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剪错的，等他们在需要的时候，我就会把片段送还给他们。而这次我要送还片段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时间已经到了。场景已经到了，摄影棚也亮了，大门打开了，服装已选定了，嗓门也拉开了，节奏也配合了，两手准备了，嗨，过去从前，嗨，爱恨交缠，种种恩怨悲欢离合曲唱歌，不过一瞬，唱不过永远，留在天上人间。是爱情故事，谁让爱情故事像黑板的纸？刷过去从前，刷爱恨交缠，刷种种恩怨悲欢离合曲唱歌，不过一瞬，唱不过永远，选择天上人间。尾板，尾板，
当然行吧。真到了吗？先放饭吧。放饭。还来顺利吗？我觉得那三个主角之间的爱情太牵强。怎么会牵强？他佐证人他的本子，还哭了好几次，有没有哭？有，哭了吗？感动哎，我听到。小雨应该不是真的爱张扬，张扬回来找小雨，也不是因为爱他。班主跟小雨，也谈不上什么爱情。哎呦，这都不是爱情片了。小雨必须要爱张扬，张扬爱小雨，小雨爱班主，班主也爱小雨。好了，这就是爱情片。问题是我答应人家给一部爱情片给人家吗？你不是要拍一部爱情片给我？爱情片有什么好拍的？爱情片好不？爱情片好不好拍没关系啊。问题是女人喜欢看爱情片嘛？观众喜欢看爱情片，爱情片好不好看？好看吗？对，你看。不可以接吻，不可以裸上身，不可以有床戏。我喺边度？佢要选上海机场翻嘅酒店，一阵开记者会。哎，等一下记者会之前，你一定要给我支票，不给的话我不下车了。好，再见。我翻咗几耐？15分钟。咁少？你琴晚又打俾我啦？又乱噏嘢，又话唔原谅我啊？是咩？你食咗安眠药啊，即刻瞓啦，唔好喺度 hea 啦。你次次 hea 下 hea 下咧，就喺度发癫。部戏都唔知接嚟做乜，钱又唔系多，又推晒香港啲 job。一开完几招咧，我就撇噶啦，我抌低喺呢度啊。你唔好慢慢打俾我。你个女主角啊，你拍拍下，唔好 dab 人糖啊。呢个女人好犀利噶，诶，不过佢都唔会沟你噶啦，你冇利用价值。佢專溝導演嘅，出什么回忆录啊？我们不是说好出写真的吗？孙小姐，你的奋斗史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示范的作用。他们要是有我小时候那么苦的话，自然就会努力的，不用我做示范。对对，他们像我。写什么写啊？都说了不出回忆录。孙小姐，时间到了。过去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不再想回到过去，明白吗？但是没有回忆录，万一有一天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不会太可惜吗？不记得更好。那么爱情呢？爱情没有过。冇乜問題，但我想改少少嘢啦。嗱，呢個字唔好用啦，大家唔舒服嘛，你明噶啦。嗱，呢條直情刪咗佢。唔使啦，咁啊，最後我講嗰張資料先啦。唔係咧，就最後一條咧，有乜理由用 past tense 啦？唔使啦，我改咗少個零就得啦。唔係，嗱，因為 past tense 咧都未發生，係咪可以用翻 present tense？ 唔係，即係 present tense 咧，係大家個 past 舒服啊。听说这次是有了资金才有故事概念的，是香港的投资人要你拍歌舞片，要你用香港的演员的，那你是否要转型去当一个按市场需求而创作的导演？你是怎样看待工匠导演和导演的？这位小姐，我拍电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拍好电影。
不管是哪里的资金，哪里的演员，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过程。孙子，这是你第一次跟林建东合作，请问你最喜欢的哪部电影？我不认识他，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。其实我很少看香港电影。你们有床上戏吗？还在看电脑吃醋吗？孙娜，你们好莱坞的片子谈好了没有？还在谈。那你看我有没有替身？如果你们的问题再没有建设性的话，我想我的发问部分就到此为止。片酬高，导演好，女主角给我漂亮。讲得好，讲得非常的好。我想呢，会有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来呈现给大家的。那么下面咱们请导演来对这一部戏的故事情节做一个阐述。这是一部三角恋的故事。孙娜饰演小雨，她失去了回忆，忘记了旧情，流落街头，后来遇上了马戏班班主，收留了他，为他编了一个美丽的回忆。先生您好。你好。快点，小雨。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他的旧情人张扬。明明是你声音，是你的背影，你用陌生的眼神让我沉默。难道是你故意试探我的心？错的也许是回忆，你不是你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忘了爱过我，心为你醉心，为你碎，为你执迷不。曾经存在，或者只是我的感觉。怎么你会忍心把我忘记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那样看着我，在前世里还是梦里似曾相识的你，爱在你眼中是我不明白的感觉。为何你要问我，问我是谁？难道真的忘记？忘了我是谁？我不是认识你吗？你看，镜头多爱他。可你是谁？孙娜，你这次有压力了。你眼神很不集中，为什么那么不稳定啊？是你拍我拍腻了。戏才刚刚开拍嘛，
把它当成热身好了。像我们以前一样，每次我剪完片，你总会带给我们惊喜。那我下部电影是不是要请你到美国去当剪接啊？先把英语学好，合约谈实了再说吧。别忘了，后天顾总那边的产品发布会，他已经答应投资我下一部电影。我又要读剧本，又要练眼神，哪有时间理会你那些老板？建东的眼神太露了，狠了点，要不他休一休。后天，你顺道跟顾总提一下，等我们这部歌舞片上映的时候，宣传费值得多加一点。什么都要我讲，我要是去了美国，谁来帮你说？聂导，晚上好。孙小姐，哎，刚刚张琪的经纪人打电话来，他说他看过本子，但是觉得马戏班班主那个角色是个第二男主角，所以没多大兴趣。过两天他会回心转意的。问题人家已经在谈第二个剧本了，还快签约了。我的戏他会演，他不演我来演，又不是没演过。他是演了导演的戏才红的。这个是商业社会，你有多大的恩人，要用一生来回报的。老板，请上。能借你的地方洗个澡吗？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中心。
对不起，拿走了你的一箱方便面，老孙。沈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你好，你是？你忘了那个时候你在三里屯歌舞团表演，我还去捧过场。哎，你们歌舞团领班小宋啊，还是我老乡啊。你记错了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三里屯，你认错人了。浅萍啊，你可是第一个当上副导演的，下部戏你可就是导演了。我怎么越听越像骂人呢？阿东，你长那么帅，让浅萍捧你做明星吧。对啊。来，就让我们为以后的天皇导演干杯！来，越来越像骂人了，来，加油！差一点就认不出你了。你也常来这里啊？啊，不，我们有个同学给人找了去当副导演，大家来这里庆祝一下。你是学电影的？对。拍电影是不是很好玩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就叫我老孙吧，我姓孙，可是我的朋友都叫我齐天大圣。那你来北京是？唱歌啊，乡下唱歌谁听啊？你呢？想当演员啊？想当导演。嗨，香港人，我还欠你泡面呢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尴尬，很尴尬哦。他笑怪我阿梦快呀，他笑怪我阿梦快呀。你不认得人，也应该认得这首歌吧？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想休息一下，我很累。那时候的你真可爱。我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做男人爽快一点。开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到啊？对不起。那十年前我见到了，难道是鬼？是鬼。你以前见过的从来没存在过。是鬼是人，你知道他令我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他根本没爱过我，那我们就傻了十年。停车！孙小姐，
去你的宿舍找过你，可是他们都说你搬走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啊，刚回来就去找你了。我下个礼拜回香港。毕业了？没有，我决定退学，不读了。你不当导演了？没天分就是没天分，骗不到人家。你怎么知道你没天分呢？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大声吗？我的意思说，你又没有拍过几个电影，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没有天分呢？你不是退学了吗？你还看什么书啊？我回学校还书，交退学信。老孙，老孙，我可不是你，永远打不死的。我也会死的，只是你看不见。做人太容易就不好玩了。我连下一年的学费都拍片用光了。你没地方住啊？住我那儿啊。我现在行了，这回我照顾你，还是你欠我比较好。歌舞团解散了。解散？对啊，有多难？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街上碰见我，我已经当明星了。你想当明星啊？歌厅全坐满了，才100多个人，那光一个电影院就能坐好几百个人。做明星当然要比做歌星好了。咦，快进来，快快快，小心头。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，啊，我这儿有很多货，反正不就是挣钱嘛。你没事也可以帮我收拾收拾，就当房租吧。其实读电影美术也是拍电影啊，不过我倒是觉得挺可惜的。我还想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了导演，你还可以把我捧红了。玩笑的。不过，如果你想当明星，我觉得你应该行的。真的吗？不是打不死的吗？也对哦。为你这一句。好。就为我这一句。张扬在马戏。
般重遇小雨，发现小雨竟然失了忆，而且班主为了把小雨留在身边，编了一个美丽的回忆给她。他曾经有一个爱情故事，少年时情浓时，少来也甜蜜。小雨，你以前叫小雨，我们是青梅竹马。他们曾是一对青梅竹马，男的换女的爱，好女人独自去，然后你就早已失了回忆。开头是难忘，结局是忘记。我不要听，我现在很快乐。失去的都会将淡去，记不记得也是夫妻。男的拥有美丽回忆，那女的幸福再不懂叹息。老孙，你快乐吗？可不可以教教我，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活得这么快乐？记不记得，我以前常常这样从后面抱着你？他曾经有一个伤感故事。是心哪里？我让你爱情结束于尘世，又何必不至于怦然的事？朋友啊，朋友啊，爱情故事，不如却像男子一无所知。再提起，再提起，无不忍心。我曾经有一个爱情故事，我开始怀疑它是否真实。哥，哥，好了，收工，明天再拍。那个班主的演员现在还没定，明天拍什么？班主的角色，我来演。导演，你的酸辣面。谢了。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部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吗？那时候你每天都来吃我的酸辣面，你每次都吃得很急。对啊，从前拍戏呢，肚子总是很饿的，怎么现在都不饿了呢？你说要赶时间把戏拍完，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好导演。我还是个好导演吗？梦里有梦，都不要醒。从今以后再没有怀疑，要一句话，心里的话，你
就这样吧，不要回答，因为你是爱我的。也许你是爱我的。我越来越喜欢我来演这个角色。下午我找了张继，跟他谈了很久，他总算是肯给我面子，答应我推的另外一部戏来演班主这个角色。你当导演已经很累了，不要再当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嫌我不够红？有了张继，欧美的市场就可以收回差不多一两百万美金。你干嘛还要当演员呢？张继叫你的。是你叫我的。要不是我捧红你，你会对我那么好吗？我拍的戏不好看，你们还会对我那么好吗？聂文，够！我不是你儿子。聂文，聂文，你不是说那时候我已经是聂文什么时候拍啊？我去探班啊。好啊，后天你来啊。那你这个片子会在美国上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那个老外制片还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，说要跟我结婚。喂，他50多岁了，我真嫁给他。我以为他也是跟我开开玩笑吧，逗逗我，因为他知道我想去美国。你想去美国？拍电影当然要去美国啊，好莱坞啊，在这儿拍戏谁看啊？他还跟我说我个子小，在这儿矮人一头不算什么。要是到了美国，矮人三个头，那就不得了了。
我要是有了美国护照，去香港看你不是更方便吗？It is a big wall out there. Your hands are cold. Don't worry. It's all in here.Yeah, they are cold. Tell you what, why don't you come back to my place? It's a little warmer in there. I know money. I hadn't even thought about money.不要看着我走。
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不会失败？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，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。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，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。喂，我在这。喂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，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你。精彩，我出去会变得可爱。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，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。一离开，头也我们什么地方都不去了，不回来。你不去美国，我离开，我也不回香港。导演呢？他们不在，是我叫你来的。你叫我来干嘛？请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。那好，你跟我回去一趟北京，我就不再缠你。回北京干嘛？回去你就明白。需要明白的我十年前就明白了，现在是你不明白。像你一样啊，当不了导演可以读美术，读不了美术可以当演员，现在红了不是很好吗？你都往前走了，你不要把我再往回拉嘛。我想带你回去见以前的老孙。我就是以前的老孙。你不是以前的老孙。以前的老孙爱我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不会失败？我们真结婚吧。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十年，我每天梦里都会看到这个画面。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，我要出去，但我一张开眼睛它就消失。我的未来，总之我就好害怕睡着。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，害怕在梦里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害怕在梦里每次都要伤心一次，每次都要失去你一次。你能明白吗？精彩，我出去会变得可爱。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，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。一离开，头也不转不回来。我离开，
为你可以瞒着我？我什么都知道。我不说话，冷眼看着你，却挡住我无知无觉。若不是我，哪会有你？他又算什么东西？战友，男人本就该妒忌，爱蒙了心，爱瞎了眼，不顾一切。有些男人对待对不起他们的女人方法是狠一点，可这并不代表他们要报复，相反，这是爱的表现。班主就是这样的男人，所以最后班主还是打了小雨一巴掌，这样释放了他，也释放了自己。要知道，恨一个人要比他恨的人更痛苦，所以去说班主打小雨是为了恨他，倒不如说他不想自己恨他。打完了这巴掌，他们俩就扯平了。什么时候改的剧本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今天早上。怎么了？喜欢我的改动吗？我喜欢。你什么时候才说你不喜欢？什么时候才老实告诉我？聂文，你已经完蛋了。基本讨论完毕。什么时候讨论我们的事儿？我说讨论完毕。跟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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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走。爱没有，
帅不叫。快点快点，我这趟去俄罗斯啊，要到年底才回来，千万别结婚太快。你要去俄罗斯拍戏啊？是啊。他就是你那个当副导演的同学吗？对，他就是。时间本就拉杂，还有什么赶紧发枪，发枪！好，好，来，显兵在里面，你先进去。到这就咔嚓了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相差不过毫厘。在十字街头，没啥好坚持，别跟生活怄气。时间本就邋遢，还有什么可怕？算不算一刹那？天堂地狱一家。记着，
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大概要三个多月吧。拍戏的事儿很难说，也许多耽搁一个月也说不定。那就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你不回香港？你不会是还在等他吧？我这趟出外景，他也会一块儿来。他说他要做演员，我就帮他安排了个角色。他真的跟着你们进导演？他跟我。是真的吗？这部戏停拍是不是真的？监制说他只走几天而已，那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你问我问谁？那这戏还拍不拍？应该不知道拍。导演自己放假了，戏没拍完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那可是我第一次拍电影。导演不在，我们超支多少了？每等一天要多花多少钱？流动基金还剩多少？哎。有咩劣迹啊，大哥？我们回北京吧。Thank you.
有很多房地产公司都想买下这个地方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保留了下来。1995年12月19号，你没有回来，老孙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回来吧。我每次回来，都会录下我当时的心情。我以为一年后我会好一点，但我还不是一样。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慢？1996年11月。2年了。终于回来了。你可不可以回来一次啊？只要回来一次就好。我答应你，我不会留你的。你可以走，好不好？1997年12月。我觉得我好了，今年回来没有那么难受。看着这张床是有一些记忆，但没有那么疼。我坐下笑了一下，忘记你原来不太难。1998年10月3日，你是不是死了？你是不是死了？为什么不回来？你太莫虚荣，我不要再见到你。你去死吧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1999年12月31日，我也当了演员了。真的，你不要笑我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合作一部戏。2001年12月6日，你还好吗？外面下着很大的雪。叶导演，你的钥匙。你醒了，我真的很想看见你现在的样子。我
我用了10年的时间去等这一刻。昨天晚上你还用力地紧抱着我，你一定以为我就是你的一切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天真呢？你忘了吗？你说过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。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失败的是什么？就是我竟然爱上一个我鄙视的人，结果连我自己都鄙视我自己。你令我一辈子鄙视我自己。昨天晚上什么都是假的，但是那些录音带是真的，我会一直保留着他们，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再那样说话了。李先生回上海吗？两张机票。另一位呢？听你狠狠的哭，让我走我的路。你现在了解我多苦，你可要永远记住，爱你不是错误，恨你不是觉悟。我不要回忆，谁在乎？我们把一切结束。爱是假如，不是幸福。我比你清楚，我要你掉着眼泪说，你假如能回到最初，却说不。我们不要进去了。还有一场戏要我们去演，
近，离你也远，心放得深，却总是无言，有意无意，有情无情，我以为你明白我。你恨我吧，你爱我吗，你走不开是为谁挣扎，谎言真话我都收下，只要你是爱我的，快乐与痛难舍难分，你迷了我，我乱了你，梦里有梦都不要紧，从今以后再没有怀疑，要你叶文，还以为以后不会再听到你这样叫我了呢。那时候，你需要个导演，我需要个伴儿。以为替你拍过第一部片，我们的关系就会结束了。没想到跟你拍完一部又一部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大家都要多了。这几天我一直在修改剧本，明天就剩最后一场戏了，我们好好把它演完。戏演完了，你也不再是小雨了。
不到一旦选择，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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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一旦回答，命运交叠情节纠缠，一回曲折不还原，演了越演了越美丽的结局，越不愿越难言命运的错误，我当过去跟你不相遇，忘掉吧忘掉吧当初的选择，放掉吧放掉吧有强多挣扎，忘了就缠着点回去，就命要死心塌地留下前进不忘了吧，没有选择权力的角色，就站在这个位置悬崖上吸一口气，我不是你的自由，白云青天向我招手，我愿为你接受这命运。放手吧，让我成为你的回忆。孙娜，终于找到了爱情故事，一生中也无法彻底忘记，我终于拥有了美丽回忆，飘过来荡过去，永不忘记。
辛苦了，我们杀青。导演，你饿了？是很饿。导演，在想什么？下一部戏？在我没当导演之前，我很想拍一部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。不知怎么了，没有拍，把故事也忘记了。忘记了，可今天我突然间想起来了。故事发生在青岛，一对年轻的男女，镜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慢慢的推进，慢慢的推下去，看到他们两个，后面是一片蓝天白云，他们就坐在绿绿的草地上，就是青岛。是青岛。有没有咖啡？来碗酸辣面。戏演完了吗？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闭上眼睛久久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
轩。去北京。你忘了吗？我说过帮你出的。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。闭上眼睛就不能释怀。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，如果这就是爱。昨天晚上一位老朋友给我讲了个故事，很感人。故事发生在青岛，但后面他都忘了。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，那个故事我记得，是他一直想白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晴朗的夏天，有一片绿绿的草原，草原的尽头有一个烟雾，他每次都会把地方弄错。那个地方是青海。如果能，青岛是没有烟雾的。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里，如果有一天一定要拍这个故事，是悲哀，一定要在青海，在夜深人静时想，从夏天开始拍到冬天结束，是否能平静地面对现在？当我问自己什么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，再钻深几块又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呜啊，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流过的泪，就算结束了依然存在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因为这就是爱。